学堂。嗨，朋友们，珍妮姐姐来了哦，欢迎来到我的宠物店。今天呢，这家宠物店会有5只狗狗入住哦。金宝，金宝，他们什么时候来呀？金金姐姐，第一只2分钟以后就会过来了。哦，那我提前来收拾一下我的房子。你们看，我准备了狗粮、零食、一些碗盆、尿片、湿巾，这里呢还有2个不一样尺寸的围兜，还有一个这么大的笼子。好了好了，我听到敲门声了。哦，它真的来了。第一只狗狗叫做 Puppy， 它今年2岁啦。你好啊 Puppy。 Puppy Puppy 过来吧。哇，好可爱呀。给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喂，咻咻咻咻咻。哇，好可爱呀，你很开心对不对？好了， Puppy 呢是第一只狗狗，我们首先呢要给狗狗来喂饭了。哎，对了，这里面放的呢是它的狗粮，坐好，坐在这里。哎，对了，好啦，我们首先呢要给它喂一些，再来给它加一些小零食。哇哦，这是它最喜欢吃的湿粮。哦，文文想吃吗？啊，他想吃，要做好才有吃的哟。我们现在呢把湿粮给他加一些。我们接下来呢用勺子帮他搅拌一下。好啦，快吃吧。快吃吧。他喜欢吃这个狗粮。哦，我听到敲门声了。金宝，金宝，是不是第二只狗狗来了呀？是的是的，金妮姐姐，我去开门。哇，欢迎来啦，你好啊。哎呀，好可爱呀，这是一只小型的银狐犬，它今年1岁半。呜怎么了？它也饿了，金妮姐姐现在呢就帮它调。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湿粮，坐好坐好，还有吃的，真乖，坐好，坐坐。哎，对了，想吃吗？好啦，来啦，也要开始吃饭了哟。那Puppy 太聪明了，他现在把所有的食粮都吃掉了，可是剩下的全部都是狗粮。你这样挑食的习惯是非常不好的，会长得非常的瘦弱。你乖乖的吃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加油吃。你看我们来啦，多乖哦。加油加油。呵呵，他们2只都快要吃完了，朋友们。现在呢，金宝金宝，我们剩余怎么会有3只狗狗啊？金金姐姐，接下来可是3胞胎哦，我去找他们。等我一下哦，我马上回来。哦，哇，我的宠物店好热闹呀。你好啊。哦，他们也在闻狗盆，难道他们也饿了吗？那我也给他们3小只来吃点东西吧。哦，他们真的饿了。第一个碗放在这里，第二个碗放在这里，排好队吃哦。你吃这一盆，
你不许抢，你吃这一盆。你不许抢，你吃这一盆。不可以抢，你快来吃，你还没吃完呢。哦，你怎么这样呢？唉，终于每一个狗狗吃自己盆子里的粮食了。多吃点哦。哇，这个已经吃完了，你们快看呢。等他们吃完饭了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的一步就要带他们出去散一下步了。吃完饭要多多散步，这样才能长得棒棒的哟。好的，你们快看，三个盆子全部吃光喽。太棒了，那我要开始收盘子啦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把它们带出去。哎呀，不对不对，五只狗狗，晶晶姐姐怎么带呀？我先来遛两只大狗狗，先来系 Papi。 哎，真棒。这一只呢是莱拉的，莱拉，哎，真棒。剩下的三小只呢，单独带着肯定不安全，我要把它们先放到笼子里面，在笼子里呢铺好我们的尿片，那我用零食来引一下它们。哦，你们都知道这是零食吗？嘟嘟嘟，哎，对了，第一个进去喽，进去吧。第二只进去喽，第三只进去喽。哈哈，咻咻咻，哇，终于全部都进去了，晶晶姐姐完成任务，那我们出去散步吧，走喽。走喽，呵呵，啦啦啦，噜噜噜，哦，慢点儿。甩一甩，舒服吗？啊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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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我们准备回去喽，三小只还在里面呢。那我们快走，快走，快走 ，Papi， 快走！哇，嗨！想我们了吗？哇，他好像想我们了耶！才艺表演时刻，准备 ，Papi 啪 ，biu biu biu， 哎，对了，来啦，转转，真棒！三小只什么都不会，只有卖萌。好吧，卖萌也有吃的。好啦。零食发放完毕，呼呼，晶晶姐姐，哥哥们要回家喽！啊，这么快就要被接走了，我还没有和他们玩够呢。再见哦，三小只，再见哦，莱拉，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光我非常的开心，希望你们以后多多的来我的宠物店，拜拜。